小品，欢迎来我家，我爸妈都在家。夜戏呢？妈妈是演员吗？没错，妈，快上热茶。小品是我的好朋友，千万别让他知道你们的真实身份是杀手啊！那是当然的啦。小朋友，快来喝茶吧。慢着，那杯茶不能喝。哎，瞧我这记性，那是隔夜茶，隔夜茶水放了一晚上就会有毒性啊！我给你倒一杯新的。哎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家底下有蟑螂呀！区区一只小虫，还惊扰我家客人，无私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一瞬间？哎呀，那是我家专门消灭害虫的暗器。是啊是啊，你看你衣服都湿了，我去给你拿一身新的换上。我们家常年敲演员的杂技，在狭窄的空间里用来练习身体柔韧的。你看，我们的小林也会。你坐，我跟阿姨去烧点东西吃。别客气，我坐一会就走了。别碰那个椅子，有机关。别怕，我来。我拼死都分配他。对不起啊，我们其实一家子都是暗杀家族的刺客。小林第一次带朋友来家里，我们怕你吓到，所以才……没事啦，刺客也有正义邪恶之分。刚才你不顾危险救我，就证明你们是正义的一家。我愿意和正义善良的人做朋友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也不用装了，你也加入我们刺客家族吧。